大家好，这里是广州市小土豆动漫科技有限公司。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曲棍球是我们的Kuqi大曲棍球，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计分器，然后这两边的话有一条缝，就是我们一个进球口，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彩票出口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出球口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投币器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投币完了。投完币之后它会出来一个球片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对打了。